喂，你喺边啊？哎呀，得啦，唔好吹啦，出紧嚟啦。喂，你去咗边啊？等咗你好耐啦。去投资啫。你非法买字啊？有咩问题啊？你知唔知道非法买字系犯法噶？而且佢会影响国家嘅税收，令国家面对无法估计嘅损失，冲击国家嘅经济。喂，有冇咁严重啊？人哋都系搵食啫。况且国家税收关我乜嘢事？乜嘢唔关你事啊？国家所得的税收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，例如提升教育水平啦，提供更完善的医药设施、车友津贴等等。最终受惠的都是人民。在这个新的环境下，你要改变啊！又是哦，咁老师的薪水可以提高啲，就可以吸引高质素的老师教啲学生。我妈咪就可以享有更高质素的政府医疗福利。哎呀，咁我真的要停止非法买字，做好本分，令国家变得更美好啦！请停止非法买字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来着，不要催了啦。你去哪儿了？等你好久了。去投资啊，你看。你非法买字啊？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知不知道非法买字是犯法的，而且它会影响国家的税收，令国家面对无法估计的损失，冲击国家的经济成长。喂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人家也是找吃罢了。况且国家税收关我什么事啊？什么不关你的事啊？国家所得的税收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，例如提升教育水平，提供更完善的医药设施、车油津贴等等，最终受惠的是人民。在这个新的环境下，你要改变了。也对啊，如果老师的薪水可以提高，就可以吸引高素质的老师教育学生，我妈就可以享有更高素质的政府医疗福利。那我真的要停止非法买字，做好本分，令国家变得更美好了。请停止非法买字。妈，